尊敬的诸位长辈、诸位学长，大家上午好。我们跟大家交流的这个《弟子规》景的部分呢，它都是一个生活的规矩啊，无规矩不成方言方圆呢啊，因戒，戒就是规矩了啊，因戒才能得定啊，没有这些生活规范呢，这个身心啊就会比较混乱，心呢就散乱，定不下来了啊，所以因戒才有可能得定。我们摄不了心呢，功夫不得力啊，还是得从戒律啊，从扎根做起啊。三根其实就是持戒的啊，像生活每一个细节动作啊，都是有规矩的啊，冠必正，纽必结啊，袜与履俱紧切。这个没有养成习惯呢，自己的观照能力就弱啊。比方说刚好你在睡觉啊，有人来找啊，一听到门铃声呢，手忙脚乱啊，连拖鞋啊都穿反了啊，然后很急着要去开门啊，而且你又是讲课的老师啊，这个衣服还没扣好啊，啊，这个头发呢还有点爆炸，哎，鞋子也是穿反，这个门一开啊，本来这个对你很仰慕的人一看啊，吓坏了，有没有可能呢、啊？你慌张了、啊，冠必正，纽必结啊，你要见人以前。仪容要先整理一下，你的心才是定的，不是慌乱的。哦，人与人的信任呢，要建立不容易啊，要产生成见很容易呢。哦，那我们不是为了别人信任呢，而去要这一个好名声，不是的。他人信任我们呢，我们这个道友啊，才可以互相规劝。我们生活行持都让人家不认同了啊，我们想规劝人家，人家也听不进去。君子信而后见嘛。哎，奇怪了，怎么劝我父母都他们都不接受啊，听我劝呢他们都很不耐烦，我讲的都对啊。哦，哎，信而后见。父母看我们学了之后没怎么做，还有一套道理接着一套道理，人家当然听不下去了。哦，好，所以不可啊忽略这些生活的细节啊，它是整肃自己的身心啊，同时啊也是一个威仪，让人家信任认同。哦，所以菩萨四德啊，其中有一德叫威仪住持有则德啊，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啊，都跟经典啊相互呼应的，是吧？你看袜与履啊，你袜子要穿好啊，你不然人家都说哦，那些都是学传统文化的，结果一看你呢，袜子颜色不一样哦，或者袜子一高一低的。这些人家一看都会不知不觉啊，都觉得落印象，哎呦，怎么做事情这么不慎重谨慎啊，观照力也不强。包含呢穿袜子，哎，我们有没有在道中，首先这个心急不急啊，不能早上一起床啊，到晚上要上床啊，整天都不知道在瞎忙些什么，心都是很散乱。
你纵使每天排得满满的，其实都不在修道当中了。应该是啊，一切言动都要安详啊，都是要静定啊，定才能生慧啦。所以不从容立端正，这个都是修在修定啊，心不散乱啊，一举一动啊，心都是收摄着的。好，那穿袜子的时候不急躁，穿袜子的时候啊，很爱惜这个袜子，叫礼敬诸佛。奇怪了，人家穿袜子，一双袜子可以穿五年，为什么我穿五个月就完了？原因在哪里？你穿袜子的时候粗鲁嘛。我记得长辈啊，他们穿袜子都是怎么穿的？卷卷卷卷到只剩前面那一个部分，然后慢慢慢慢拉起来，他就不会伤那个质量嘛。假如你没有做这个动作，那穿袜子咔一下就拉上来，咔一下拉上来，那没多久就破了。所以礼敬在哪里落实？每一个动作啊，所以师长说礼敬诸佛，人要礼敬啊，桌椅板凳一切用品都要礼敬啊。哪有对东西粗鲁对人很柔软？这不可能啊。所以何处是道场？练心的地方啊，就是道场。心在何处啊？ Anytime, anywhere. 诸位学长，你们回大陆去，最起码这一句 English 要记住。这样回去人家带了一些洋墨水回来。好。这袜与履俱警切，都是穿得很端正，端庄，包含这鞋子啊，你不能这个后脚跟都没把它穿好，那一直踩着，一直踩着，我印象当中啊，那个后脚跟都是踩着的，就是那个工地的工人才这么穿的，是吧？好。自观服有定位，勿乱顿自污秽。平常的时候呢，这个叫所有的物品啊，都有固定的地方啊，叫动物归原。用了这个东西之后啊，还是把它放回原处去，有一个固定的地方。比方我们一天当中啊，找东西的时间有多少？再来呢，因为找东西，这个找的过程，心是定的还是散乱的？越找越紧张了，找一只手表找半天呢，找到脾气都上来了，那眼镜放哪里呢？那你常常发现这个情况呢，你怎么修戒定呢？定是开智慧的枢纽啊，怎么让自己有定呢？生活都有规矩。所以之前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呢，李师公说啊，要学呆板。这个呆板不是学成呆呆的是做什么事都有规矩。比方我们晚上睡觉啊，这个窗帘拉起来。那窗帘本身呢，有一个带子把它竖起来。你现在拉起来了，这两个束带怎么办？卷好放哪里？放一个固定的地方。两天三天你就完全根本不用思考，啪就去拿了。可是你假如没有放固定的地方，你糊里糊涂的就不知道放哪里。隔天一起来，5:15了，很紧张啦，待会要去读经啦，然后在那里，昨天那个放哪里了？找半天。
啊，有时候其实就在你面前，然后在那里晃半天都晃不到啊，原来就在你眼前。啊，就像以前那个当兵呢，啊，你的哨子一吹，集合了，啊，吓得半死在那里，哎，找半天帽子在哪？帽子在哪？找问别人帽子在哪？在你头上啊。慌了，慌到不知道帽子已经戴上去了，找半天了。哦，是这个固定的位置啊，人的心是定的。啊，包含书啊，你固定的，你要看哪一本，你就知道放在哪一个格子，不会找半天。好，或者一些重要的证件啊，就固定啊，收在啊这一个牛皮纸袋啊，放在哪一个抽屉里。啊，这证件有时候很急于要用，那都是很关键的哦。啊，包含你假如跟客户谈合约的那些东西啊，都攸关团队的发展，那都不可以乱放的啊。啊，所以一个人能做大事啊，天下大事呢，必作于细。啊，他这个人呢，做事情一定很细腻啊，才能做大事。啊，所以长明师父呢，啊，给我八个字啊，教诲我呢，愿大，啊，愿要大，志坚，志要坚呐，纵使身处诸苦中，如是愿行，永不退。啊，百折不挠，越战越勇。啊，心要细，心细啊，才能关照到自己细微的习气，才能调伏它。气要和，啊，与人相处啊，以和为贵。时时要调伏得了自己的火气啊，啊，这个嗔恨心啊，要调伏得了啊，不能情绪化。好，所以青天白日的节义啊，这么高的气节从哪里来？从暗室屋漏中培来。从他平常慎独的功夫成就的了，啊，那不是我们念了一篇正气歌了，浩然正气就养成了，啊，慎独不自欺，玄乾转坤之经纶，他有玄乾转坤的智慧，自灵身履薄处得力，从那里，从遇每一件事情都战战兢兢啊，周到考虑形成的能力。啊，有一次孔子啊说到了，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啊。啊，君王上位者用我们，我们可以把圣贤教诲啊真正落实在整个国家。舍之则藏，上位者不用我们，我们还是啊乐在道中，安贫乐道。啊，唯吾与尔有是夫啊！孔子说呢，啊，颜回啊，我们两个呢可以做得到。哎，子路在旁边呢，听了这个话，哎呀，怎么不是我啊？是颜回啊。接着子路说了，啊，夫子啊，子行三军而谁与啊？你假如带领三军的时候啊，要带哪一个学生跟着你一起去呢？我感觉有时候啊，这个孔子跟学生在互动的时候啊，都像那个禅宗一样，直指他的心地问题，很有味道。孔子没有说啊，找谁去哦？孔子说：“抱虎平和，无不与也。”那个哈，空手打老虎的人啊，那个空手游过大川的人呢，那种匹夫之勇的人，我是不会跟他一起去的了。
哎，他没有说谁吧？但是你看当下那个子路的心境一下就被夫子的话给调伏下去了，那个点下去啊，终身都不会忘的。必也临事而惧啊，好谋而成则也。遇到事情啊，诚惶诚恐，战战兢兢，不敢丝毫懈怠放松，不敢呢、啊、这个自视甚高，如履薄冰的去应对。好谋啊，用智慧啊考虑周到啊，考虑周详，决运筹于帷幄之中呢、啊、决胜于千里之外。啊、好啊，所以这个真正扭转乾坤的智慧经验，都是从生活的一言一行的周到当中啊培养出来的。嗯，那这个自观福有定位啊，勿乱顿自误会啊，平常动物归原。啊，再来啊，每天回家的时候啊，这个帽子、衣服、袜子、鞋子都要放在一定的地方，好、啊、避免呢、啊、整个室内环境的杂乱。啊，哎，勿乱顿置污秽了，不可以啊随便乱放，会造成肮脏。而且啊，不随便乱放啊，到时候要用的时候才找得上。好，我们之前说呢，一个人呢修身的功夫啊好不好呢，看三个地方啊，我上次讲两个，结果当天有学长就睡不着觉，因为不知道第三个啊。第一个厨房啊，第二个厕所，第三个寝室啊。啊，人的一切皆恭敬啊，都落实在这些地方啊。假如没有呢，那就是做样子给人看，这个言行的差距啊，就会越来越大了。好，所以一言一行啊，都有规矩，不止生活有规矩啊，修学也要有规矩啊，他每天的功课啊要定时去做啊，那有一天没一天呢、啊、这个心还是散乱，这宽为限，谨用功，功夫到自摄通啊，包含你整个组织的运作它是有规矩的啊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，君子思不出其位啊，包含他整个开会他都是要有规矩的啊，没有规矩啊什么事都会乱的啊。好，所以这个修道的路上啊，以戒为师就是守规矩的，以苦为师就是安贫乐道啊，不能成为啊欲望的奴隶啦，啊，是至于道，啊，一个读书人说他志在大道啊，结果呢，而此恶衣恶食者，吃的不好，穿的不好啊，他觉得抬不起头来了，啊，义不足与义也，这样的人呢，他那个求道啊是口上讲的，他心还在面子，心还在名利当中啊。那个是很难修道的啊，所以我们看下一句就告诉我们了：衣贵洁，不贵华，上循分，下称家。啊，孔子说啊，哎，自己穿的不好的衣服啊，啊，站在别人旁边呢，不觉得羞耻。
指路啊，做得到。啊，因为指路不是好那种虚华的面子，他人很质朴啊。甚至于呢，他有好东西的，他不自己用。啊，孔子问学生呢、啊，何各言而志啊？讲讲他们的志向。啊，子路说：“愿车马衣轻裘，与朋友共。”啊，这些物质的东西，通通啊，布施给朋友啊，是他最高兴的事，避之而无憾。用坏了呢，他也很欢喜，啊、哦，很慷慨，但是自己耶，却很节俭，好、哦。啊，这衣贵洁不贵华呢？穿衣服的时候要注重整齐清洁，而不是注重是否华丽、昂贵，甚至是否是名牌的。啊，上循分，下衬家。穿衣服的时候啊，考虑自己的身份、场合要得当，也要考虑家里的经济情况。哦。那当然，我们在一个弘扬传统文化的单位啊，以苦为师啊，这个很重要。啊，你节俭才有道啊，奢侈了，那这整个风气啊，就变成在注重享乐了。好，所以利和同君啊。啊，有这些物质啊、福利呢、啊，大家一起共享啊，但是啊，都要守住这个节俭的原则。当然哈、哦，这个度还是要掌握好啊。有些人一学以苦为师了，所有漂亮的衣服啊、端庄的衣服全部送给人。然后自己穿那个写着我很节俭的衣服，然后还有一些女众啊，马上把头呢剪得跟男孩子一样短，哦，那个就是告诉别人我是修道人，那一下子同事啊觉得很别扭，格格不入，那个就是啊修的有一点呢，如入无人之境。我要修道啊，他感觉不到身边人的感受了。哦，其实啊，在这些地方执着啊，在其他地方也很容易执着的，你就不容易替人设想。你假如考虑到身边人的感受了，你不会动作这么强烈的。啊，一个真正学传统文化的人。啊，不是一回单位去的就大张旗鼓，我是学《弟子规》的，啊，而是默默的落实，最后人家发现，哦，原来你做事这么谨慎，就是因为学了《弟子规》，啊，对人这么设身处地，就是因为学了《弟子规》，是让人家后来自然而然发现的，而不是先这个大张旗鼓啊，啊，在那里。为了证明自己是学圣教的人，啊，你的旗帜越大呢，人家对我们的要求越高，啊，哎，有没有觉得说，身边的亲戚朋友怎么对我要求这么多，怎么都有高标准要求我，有没有这个感觉？啊，假如有哦，那是自己造成的啦，是吧？你唯恐天下人不知道你是学传统文化的吗？啊，那你一讲完了，人家通通用高标准要求你，也是你自己感召来的吗？你默默学，默默落实就对了嘛，低调一点嘛。成就一件事越低调越好，越张扬自己就招来别人的批评、指责，甚至嫉妒、障碍，那自己搞来的。啊，低调好。这个物质能够不追求啊，首先放下心中的攀比心、虚荣心啊，就会做得很自在了。对饮食勿拣择，
食适可，勿过者。在吃的方面呢，不要挑食，不偏食啊，要均衡合理。吃东西的时候不要吃的太多啊，吃七八分饱就好了，适可而止啊，不要吃过量了啊。这个也是提醒我们呢，不可以啊放纵欲求，这个贪心就增长了。食衣住行啊都不可以贪着哦。而且呢，我们吃饭呢带着什么心吃饭呢？啊，感恩心啊，感谢农夫，感谢所有付出的人，带着这个惭愧的心吃饭。哎，觉得自己啊这一天有没有精进办到啊，不然这么多人照顾我们呢，哎，觉得很惭愧了。再来吃饭呢，带着祝福的心。祝福什么？祝福所有付出的人，希望他们得到大的福报。啊，所以佛门有节斋祭啊。啊，所谓布施者，必获其利益。要祝福这些布施的人啊，若为乐故施啊，以欢喜的心来布施啊，后必得安乐啊。饭食已弃啊，我们这个饭吃完了，当愿众生所作皆办啊啊，希望他们呢六时吉祥啊，事事顺利，具诸正法啊。这个都是祝福那些布施的人。哇，那你看吃一顿饭，这心境都在提升呢，生惭愧，生感恩，生祝福的心。哎，这个心不起啊，学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哦。不生感恩，觉得应该的；不生惭愧，那就觉得自己修得还不错了；不生祝福，那就把所有的福报啊，别人的供养布施啊，那就变成应该的了。哦，所以这个心态啊，都要在每一个当下是觉照的，是正念的哦。年方少，勿饮酒，饮酒醉，醉为错。我们年纪还小啊，绝对不可以喝酒。因为啊，喝酒酒醉了，容易做错事啊，说错话，丑态百出啊，啊，会惹是非啊，坏形象。啊，那这一段话呢，当然酒啊，喝了之后呢，你定力不够会乱性。所以酒本身呢，喝酒没有醉啊，但喝了以后容易啊，造罪业了。会做杀盗淫妄的行为啊，所以酒叫遮罪，就是防止你造恶啊。这个也是啊，提醒我们一个人呢，要很有自制力啊。你做这一件事情，铁定会乱了自己的清净心，绝对不能做啊。这是一个人呢，判断自己的程度到哪，不要打肿脸充胖子啊，要有自知之明啊。啊，所以保护自己的清净心呢，在修道的路上啊，是当务之急的。啊，这师长说啊，不看电视，不看报纸，啊，不听广播啊，这些讯息啊，不接受。哎，一般的人哦，会觉得那怎么行？那很多事我都不知道啦，一定要看呐，关心国家大事啊！啊，坦白讲啊，你真的不看了啊，该知道的还是知道，是吧？哎，那日本大地震大家知不知道？对呀，这些很大的事你还是会知道的。但是那些拉里拉扎的杀盗淫妄一大堆的，你知不知道？
不知道嘛，这样你心才清净嘛。这些规矩不守啊，不会进步。啊，一个人功夫要得力，从名师受戒，老师怎么教啊？要跟着做。啊，师长告诉我们，不看电视，不看报纸，就不能看。你只要不守了，功夫绝对不得力。为什么？那大善之士他是看到我们的程度才开这个药方啊，开了我们又不吃，怎么治病啊？哦，好，所以颜回问仁，孔子怎么说？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，会扰乱清净心的，都要先呢避免。啊，先保护得了自己啊，真正有了定慧了，啊，那再说。啊，好。接着呢，啊，讲到了啊，这个四威仪啊，行住坐卧，不从容，立端正，依身缘，拜恭敬。走路的时候啊，要从容，不慌不忙。所以走路也是修行哦，也是要在定中哦，不要走得太快，也不要走得太慢。站立的时候啊，要抬头挺胸，啊，不可以啊弯腰驼背，啊，我每次讲这一句呢，心就发虚了，哦，一心一发虚啊，这个言语就没有摄受力了，哦，好，啊，这个不弯腰驼背啊，才会呢，达到呢端身正义的感觉。这个肢体啊，也在影响我们的心理状态。好，那大家知不知道人为什么会驼背？好，他的气不足啊，气比较足。哎，你有没有觉得你这几天精神很好？哎，走路都有风啊，精神比较好。假如这几天睡眠不足啊，烦了很多事啊。那不知不觉啊，你的身体就有一点弯下来了。啊，所以这个调气还是很重要。睡眠要充足。再来呢，常常深呼吸。气也会比较足。哎，有人送我一本书啊，就是如何深呼吸。啊，我还没时间看。好，哦，这段时间之后啊，找个时间来翻一下。深呼吸也有学问的，因为你这整个身体的含氧量越高啊，你的精神越好。人一深呼吸的不容易紧张，可以调整一下情绪啊。依身缘拜恭敬呢，是不管是鞠躬或者是啊拱手行礼啊，态度都应该啊恭敬。勿见欲，勿避；勿积聚，勿摇臂。勿见欲，进门的时候啊，不要踩在门槛上。为什么呢？踩着有时候站不稳会跌倒，而且踩着踩着也会把这门槛给弄坏了。一切皆恭敬啊！而且人那个脚一抬到那个门槛上了，那威仪就没有了。啊，看起来有点像强盗的架势了。勿避仪，这个避啊，它读跛的时候啊，是指瘸脚了；读避的时候啊，就是没有站直，是歪斜的，读避。啊，古字啊，它读法不同，意义不同。啊，所以站着不要歪歪斜斜的靠着。大家很冷静去看，
自己不经意的身体就是靠着墙啊，或者站有点歪斜啦、啊，那个脚都是三七步啦、啊，那个都是平常的正气就不够，觉照力就不够，而且这种动作往往就是没人的时候就出来了，那就是提醒我们，只要没人，我们的威仪就变了样，还是修的是明文力量做给人家看。这个慎独很重要啊！现在做的样子，一回寝室啊，马上就变成没有脊椎骨的样子了。一坐就是懒洋洋的了啊！蔡老师不在这里啊，这些老师们都不在这里，姿态就不一样了啊！这功夫得力处啊，都要在慎独上面。其实说实在的呢，自己真正做了之后才知道啊，时时有威仪啊，对自己的身心是最健康的。你做得很端正呢、啊，你那个气、血液循环都是非常好的。现在人脊椎侧弯这么多，因为坐都没坐相，又坐沙发，一坐下去，整个人就陷进去了。那个脊椎骨都是长期是弯的，所以现在这个时代人没有判断力，什么是好，什么是好坏不知道。沙发舒不舒服？好不好？哇，很贵呢。但你看，我们老祖宗哪有留那种东西？都是留那个正襟危坐。你看到那个椅子都生正气，他在给你说法啊，你坐上去绝对不会懒洋洋的。好，那古人这个考虑很细腻啊，很周到。勿积聚，坐的时候不要两只脚啊开得像本鸡一样。摇臂呢，就两只脚不要摇来摇去晃来晃去的。啊，这个都是不礼貌的行为，是没有威仪，不自重啊，那人家也不可能尊重我们。其实人会抖脚啊，就是心神不宁，才会有这个动作啊，一直在那考虑啊，担忧的事很多啊、哦，那听课的时候一直抖。啊、哦，我曾经有一次啊，刚好呢去参加课程，左右两边都是当地的大官，结果他们边听一直抖，一直抖，啊、哦，真是考我的定力，啊，左右两边都抖了，看我能不能不受影响，啊，事事是好事啊，都是考我们的功夫够不够，但是也了解到啊，现在这个时代啊。哪一个行业最辛苦？当官的最辛苦了，因为你两三代啊没有教好啊，那人的行为没有准绳依归啊，当然出状况就多了嘛，那父母官就得处理咯。接着我们看缓接连物有声，要进房门的时候啊，以前的门啊都有帘子，所以掀开帘子啊或开关房门都要轻手轻脚啊，不出声响。哎，这些都能关照到啊，你每一个举手投足都非常柔软。假如开关都是很粗鲁啊，蹦啊，这些情况都会出现的、啊，就是很自己很粗心大意了。不只是门的帘子。包含我们的这个窗帘呢，这个接的时候啊，都是很轻柔的哈、哦。有很多用品啊，好像我们用没多久就把它给扯坏了，这个都是凸显了自己的心呢很浮躁，对东西啊不爱惜了。宽转弯勿触棱啊。这个转弯的时候啊，要留出空间，不要撞到东西的棱角。
这是一个生活现象。其实我们在安排很多事的时候，也都要有一个缓冲啊，一个空间呢、啊，不要安排的呢，好像都非常紧凑啊，啊，甚至一出现不同情况呢，就措手不及了，因为都没有缓冲啊，没有一个空间可以调整突然的变化，然后一变呢，大家就傻了，就很着急了。所以安排事情还得要有一些空间。直虚气如直营，在拿东西的时候要像拿装满东西一样小心谨慎，这个心不可以生轻忽了，一轻忽可能就会出状况。所以拿空的东西像拿装满的东西一样小心谨慎的，以免打破了，或者以免跌倒了。入虚室如有人，进入没有人的房间呢，也要像有人一样，不可以随便，这是处处不掉以轻心，慎独。事勿忙，忙多错，勿畏难，勿轻略。做事情不要急急忙忙、慌慌张张，因为忙中容易出错。所以呢，做事最好，事先计划，做好计划之后，把这些该做的事，腾在我们自己的工作本当中，大家手上有没有一本工作日志本，每一天有一页，早上从6点开始做哪些事情，到晚上都写在上面，前一天前2天翻开来就很清楚，明天要做哪一些事情，心里就有数，做起来就不慌张，也不会忘东忘西的。所以管理当中，有时候 PDCA，这是做事的方法。P 是计划，plan， 做好计划，腾到具体的每一天的工作上。D 是，doing， 执行，做的过程呢，还要时时检查进度啊，检查做的状况，有没有需要修正的地方 ，check。你比方，我们今天列好了每一天用功的这些行事历，结果做啊做啊，越修越慌张，因为排得太满，需不需要修正？你自己修了一个月了，功夫都不得力了，那当然要修正了。这个就是 check， 勘验自己的状况，不要埋着头啊，蛮干，一检查需要调整哪些部分，然后一调整了，再出发。修正再出发，叫 action。 大家回去之后，确实，手上都要有一本，两本，一本专门做计划思考，你不要自己在那里想想想了一两个月呢，不如把它具体写在一张纸上，然后写完计划完马上付诸实行。有时候我们想做的事想了半年还在想，所以这种行动力，要敏锐，要贯彻力要够，急之急行，觉得这事是应该做的马上就去做。勿畏难，勿轻略，做事不要害怕困难，责任的承担是成长的开始。你不要怕错，懂得多请教多汇报，不会错到哪里去，诚心去做，又能好学请教，不会偏到哪。当然一个团体，一个领导者要允许下属犯错，
他认真去做了，他经验还是有限的，错的时候你不要一味指责，甚至他错了，啊，你别做了，我来了，他就一两次就被吓坏了，以后都不敢做了。那他不做他怎么成长呢？哎，最后这个领导人呢，会变成什么？什么都自己来，就忙得死去活来，然后说没有一个人能用，都得我自己来。听起来很伟大，事实上不会做领导。做领导是规划，带对方向，做决策的，重大决策。领导的工作最重要的，培养下属。一个领导者忙得死去活来，那根本不知道怎么当领导。啊，我曾经啊，跟师长散步的时候啊，旁边有一个很重要的领导者，啊，师长讲了个故事给他听啊，啊，当然也给我听了，啊，哎，当事人呢有没有听懂啊？得要用心去体会了，啊，哎，师长说了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啊，三军统帅啊是艾森豪将军。结果艾森豪将军呢，常常呢游山玩水，打高尔夫球。他是三军统帅哦，生活这么惬意啊。他只管四个人：陆军总司令、空军总司令、海军总司令、参谋总长。他只见这四个人。啊，当时候陆军总司令大家比较熟悉啊，叫麦克阿瑟将军。哦，他为什么生活要这么放松？他一放松，他才冷静啊。他每天紧绷的时候，他怎么放松呢？哦，他那个决策一决策错了，几十万人可能就没命了。哦，所以他完全的放松，哦，不能陷到事项里面呢，有情绪了，那看事就看不准了。哦，所以领导者啊，不能太忙啊，啊，得要常常静下来，考虑方向，考虑决策，考虑怎么样栽培身边的这些重要干部。好。勿轻略，这做事啊不可以轻率，随便应付啊，敷衍了事啊，对每一件事啊都要恭敬对待。这个轻略啊容易起来，为什么呢？人只要傲慢起了，很难不轻略。一傲慢了，哎，瞧不起人呢，人家讲话不愿意听。人家讲一些经验呢，自己觉得啊，以前几百几千人的活动我都办过了，这三十个人的算什么？侵略咯。大家要注意哦，万法原生，每一个因缘它是客观来讲是很不同的哦。请问大家呢，办三天的课程跟办三个月的课程一不一样？当然不一样了。哦，你三天呢，只要把这三天的事情能够撑过去可以了，三个月你撑撑看，你没有一些章法铁定乱了。说坦白话呢，三天没有章法，三天过了事情是办完了，每一个人呢里面都有怨呢，怎么这么做事情啊？这样怎么行呢？这样都不尊重人呢，因为你没有规划好啊，种种这些临时情况出来，应对又不得当啊，铁定有得罪人啊，忽略人这些情况都会出现的。哦，所以要做到勿轻略，真的时时归零的人才做得到。一觉得自己有什么了，有哪些经验了，决定归不了零。
所以人要做到客观呢，谈何容易啊！不放下内心的傲慢，不放下内心的成就感，或者是经验，做不到。只要这个傲慢不放下，很难感召有智慧有经验的人一起共事。你觉得你厉害就你做吧，人家走了。有智慧有经验的人，他是靠德行靠使命感感召的。你不尊重他了，他又不谋个什么，他就不会留下来了。好，所以这个尊贤呢，在天下九经当中呢，排在第二位。我们现在很冷静啊，弘扬传统文化的队伍，他的管理能力啊，可能还远不及企业界的管理能力，公务单位的管理能力。我们决定不可以有一个错觉，学传统文化的人什么都会，什么都懂。那这个传统文化就学错了。传统文化64卦，六爻皆吉，叫牵卦，不懂得要主动请教才对啊。你说厨房，厨房很多是专业的哦，你要跟他请教啊。管理工作也要跟专精的人多讨教啊。文道有先后，术业有专攻啊。我们学习传统文化，弘扬传统文化，第一个，我们也刚学没多久啊。你比方陈真老师，他教学45年。陈老师教学的时候，我都还没出生呢。那些经验，岂是我读两部经就能有他那种经验？不可能的事情啊。可是有经验的人，你不礼敬他了，那他不攀缘，他这些经验就不会拿出来了，因为他觉得缘不成熟，他何必去得罪人呢？所以这个百世之成呢，必在敬之。所有事情成败在哪里？恭敬心。其败也，这个事为什么会失败了？会败上了？会由盛转衰，必在慢之。傲慢一起，败相已入，不能丝毫侥幸。你看，比方说办讲座，我们这个地方办了20几期讲座了，大部分都是先盛后衰。前面几期最好，奇怪了，明明是后面越做越有经验，为什么是衰？明明前面最没经验，为什么反而最感动人？态度啊，前面做虽然没有经验，非常诚恳啊，后面觉得哎呀，都办了好多啦，这个心啊，没有那么恭敬了，这种磁场给人的感觉不一样了。所以看起来呢，好像制度是越来越完善，但是人心啊，越来越下堕了。所以制度不是最主要的，人的素质、人的心态才是关键。斗闹场，觉悟境。那些容易发生的吵架、打架的场所，绝对不要靠近。我们去了会心神不宁的会扰乱清净心的地方都不要去了。邪僻事觉悟问，那些不好的事情不要去听不要去看更不要好奇的去问。这邪僻事这些是非人我的东西就不要去调查了。说来说是非者，便是是非人，知事少时烦恼少，是人多处是非多。
啊，其实说实实在在话呢，现在我们在团体当中啊，大家都还在学习啊，尽量啊引恶扬善，多肯定优点呢、啊，大家向这些优点学习。大家都还在学习的过程呢、啊，不要净挑毛病，挑着挑着呢，大家都变成喜欢挑毛病，就麻烦了。这个风气是不是不觉得？好、哦，好，所以交谈呢，都是怎么互相互念呢？绝对不是批评他的短处。啊、哦，下一句讲呢，将入门问孰存？要进房门的时候啊，先问呢，哎，有人在吗？这个都是生活当中啊。对人的恭敬，好，我们有时候出现一些场景啊，彼此都很尴尬，那都是我们自己的心不够柔软啊，那啊，开门开得很急促啊，结果人家刚好在那里换衣服啊，你就很尴尬了，你都没有先敲敲门了啊，或者人家刚好在那里剪指甲，你哼一下门就冲进去了，哎。人家刚好捡到皮就麻烦，说你哦，这个都是失礼了。好，将上堂身必扬啊，要进入客厅的时候啊，先提高声音啊，让人家知道啊有人来了，这个都是设身处地啊，不要让人家突然呢就吓了一跳。人问谁对与名、哦、我刚刚是突然想到啊，有些人啊、哦、喜欢呢走路很轻啊，然后吓人。我后来发现哦，这样的人哦特别怕人家吓他，这个叫因果报应，丝毫不爽。哎啊，有人问是谁呀、啊？啊，应该回答啊自己的名字啊，我是某某某啊，你不能，我就是我啊，你听不出来吗？啊，那让人家对方在电话那头很紧张啊，他也怕失礼啊，猜错了，啊，这个都是对人不恭敬啊，啊，再熟的人呢、啊？不能失礼，无与我不分明啊，只说我啊，让人分不清你是谁了啊。用人物须明求啊，借用别人的东西啊，一定要请求允许才能拿来用，这都是恭敬的 啊。你跟那个人很熟了，还是要有这种分寸啊。比方说他是管这个东西的，你的职位再高都应该尊重他的职权啊，不能你职位高了就随便了啊，或者压人，这不对的。倘不问即为偷了，如果没有经过别人的同意或者是主管人的同意啊，那就变成偷窃的行为了。哦，其实大家假如敏感一点呢啊，你对磁场很敏感的、啊。旁边的同事不在，你没笔写、啊。哎呀，先拿来写一下。你那个动作一起啊，你的那个可以感觉到磁场不是很好。你假如敏感的话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啊，现在说错一句话啊，这个脸上觉得这个怪怪的，磁场不大对劲。有一点，哎，脸部的肌肉有点抽筋，哦，赶快调整一下心态就好多了。你假如有这个感觉哦，恭喜你，你越来越敏感了。哦，话讲对了，越讲正气越足。啊，一句话讲错了，哎呦，好像有一点像那个气球，嗯，消气了。啊、哦，
借人物及时还，借用别人的东西啊，一定要爱惜使用，并且准时归还。在己啊，建立信用，在他人呢、啊，才是真正感激别人的帮忙。人家借我们东西啊，还得他来给我们要啊，这是太夸张、太失礼了，根本就一点感恩心都没有了。哦，就后有急借不难，以后若有急用啊，再借就不难了。好，这个刚刚讲的用人务须明求啊，常不问即为偷呢。哎，比方呢，我们单位里啊，这个都是十方来的支持。哎，十方来的就是要给十方用的啦，话是没错，但这些物品它必须要有专人管理。啊，你可不能拿着公家的东西去卖你的人情，这个是很容易出现的，一定要那个主事者同意才行。当然主事者同不同意，他一定有一个团体的规矩。再来哦，管理物品的人哦也很考验哦。啊，这么多资源在你的手上啊，你能不能公正严明啊去用这些东西哦。啊，不然哎，谁跟你交情比较好了，你东西就送给他了，拿给他了，这个就造罪业了。哦，所以大家看哦，管钱哦，管物品的人哦，都要很廉洁的人才能管了，不然他一管了，铁定害了他。接着我们看信，啊，信是人言为信呢。啊，有一个老先生呢，我们到他们家拜访，啊，在汤池的这些农村里面，他藏家里啊有一些古书啊，藏书都是线装书，同仁看了呢，说哇，这些都是很好的书啊，可不可以借我们回家看？啊，老人家说没问题啊，哦，但是这个是我们家传家的宝啊，你们要注意哦，别把它弄脏了啊，就交代了一些事，就讲了几句交代啊，同仁怕呢他不安心啊，啊，老人家这样好了，我们写个借条，哦，本来是要安他的心吗？写个借条啊，啊，我们借了哪些书写好？结果那个老子说写借条，这你讲的这个是人话吗？哎，这个味很有味道哦。你讲这个是人话吗？人跟人相处还要借条啊？人言为信啊！你讲这话，讲出话都不守信了，连做人的人格都没有了。还要借条，那已经是很丢脸的人格了。大家看哦，三五十年前呢，借东西要不要写借条？没有啦，那个借的人呢，诚惶诚恐啊，每天在那里也睡不着觉了，赶紧啊，早一天还人家啦。啊，看起来现在有很多法律好像人进步了，告诉大家要法律提出来解决的问题，都是人已经退步得很厉害的啦。哦，你看立法，好多法律都出来了，解不解决问题？请问大家，现在立法，父母不可以打小孩，打了还可以告父母，有没有？嗯，你看哦，这个法律新出来了，好不好？这种天伦的东西啊，还得用法律解决，就麻烦了。那个赡养老人还得规定不赡养老人关起来，那都已经是道德，不知道已经堕落到什么程度才会出现这种法律了。哦，好，
所以伦理道德啊，让人耻于作恶啊，这个才是根本解决。啊，导之以正，齐之以刑啊，明免而无耻。他只是免于罪罚，他没有羞耻心了。导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了。而这个言语啊，确实是很容易造罪业啊。所以在《无量寿经》当中呢，身口意三业，口业排第一个提醒啊，善护口业，不及他过了。好，一般会造的口业大分四个部分：妄语、两舌、绮语、恶口。第一个妄语代表人呢傲慢狂妄，他才会讲出妄语来。谦退的人不会妄语的。好大喜功、好面子的人都很容易妄语。这言行的问题啊，都在心地上。两舌，这挑拨是非，爱憎特别强烈的人，就不经意的就是在两舌，他看谁不顺眼，到处讲他的不是，两舌就出现了。嫉妒心很强，很容易两舌。绮语，花言巧语骗人，会绮语的人呢，就是带有目的，贪欲重，容易绮语。再来呢，轻浮容易绮语，不庄重，讲一些邪念的话，会起邪念的话，这都是绮语了。恶口，脾气太大，容易恶口，说话骂人，容易动情绪的，就很难不造作恶口了。我们看凡出言信为先，凡是开口说话呢，说到一定要做到啊，哪怕自己也头破血流了，也要守信义。没有能力做到的事啊，不要随便答应别人啊。所以是非宜勿轻诺，苟轻诺，进退就错了。接着呢，诈与妄奚可焉？那些骗人欺诈的话呢，怎么可以说呢？一个人修行啊，要从不妄语开始做起，不讲不实的话、狂妄的话、膨胀的话，这个都不能讲。是什么？就事论事去讲。不，绝对啊，不掺水分进去。话说多不如少，话多不如话少，话少不如话好。所以没有价值的话呢，一句话都不多讲。所以少说一句话，多念一句佛，多说一句废一句，这个时间跟精力就耗掉了。多念一句是一句，你多念一句哦，能消八万亿劫生死重罪。我们现在常常会烦恼很多业障太重，跟人相处不和谐做什么事都不顺利，这个都是业障，得要下功夫多忏悔多礼拜多听经多明理多用功才能调伏这个业力的。所以这里有一段话讲到呢，世上光阴短，这几十年很快就过去了，地狱噩梦长，
这几十年不好好用功啊，一堕下去就麻烦了，万劫不复了。随缘消旧业，莫再造新殃。爱河千尺浪啊，苦海万丈波啊，不要再搞情执了，欲免轮回苦啊，及早念弥陀啊。啊，少说一句话，多念一声佛，打的念头死，虚如法身活了。啊，其实我们只要不念佛，就是打妄想。那个妄想叫轮回心啊，又造一个新的轮回业了。啊，所以老实念佛重要啊，把妄念慢慢调伏下来。啊。只贵愿力强，有这种愿力出轮回的愿，哪怕妄想多啊，句句念人真，字句念清楚，念分明，都摄六根啊，句句念人真呢，决定出娑婆啊，这一生决定了出这个生死之海。接着经文讲呢，唯其事勿吝巧，说话的内容啊，按照事实去说啊，不要添油加醋啊，不要说好听骗人的话，对就是对啊，不对啊就是不对啊，就事论事去讲。接着呢，坚巧语，会污词。是景气啊，切戒之。那些耍诈好听而骗人的话，或者是肮脏啊粗俗的话，啊，这些俗气的话，不文雅的话，切记啊，别去说啊。我们讲粗话呢，其实都是自取其辱了。你骂了人，最后人家一找机会不是骂回来了吗？啊，所以这个因果报应啊，丝毫不爽。见未真呢，勿轻言；知未地，勿轻传。任何事情啊，在还没有看到真相以前呢，不要随便批评、发表意见。任何事情还没有清楚以前啊，这个知未地的，不要任意传播，避免成了谣言啊，甚至于传到最后不是事实的，这个当事人觉得被侮辱了，可能终身呢、啊、都记怨在心啊，化不开来了啊。在团体当中啊，这切记啊，啊，没有确定的事情不要乱传。甚至于确定以后啊，这件事确实有损他的名节，都要隐恶扬善，这样才厚道啊。啊，在《论语》当中啊，有一段话：不逆诈，不义不信，义义先觉者。啊，是贤乎？其实我们好，很多时候处事啊，没有经典为标准，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很对，很有能力，但是那个态度是完全违背经典的。啊，所以但力行不学文，任己见昧理真。当我们听到一个人说哦某某人呢，哦他会怎么样哦，啊、哦、他会失信哦，结果后来他真的失信了，我们说哇你怎么这么厉害，猜得这么准，这样的人你会不会佩服？事情还没发生他都能猜得很准，你佩不佩服？佩服哦，你越佩服哦他就越想猜哦。
有没有可能会猜错？哇，他都这么猜了，最后整个团体的氛围哦，他可能会怎么样哦？啊、哦，这个去猜人、去怀疑人的念头、风气形成了，就麻烦了。贪、嗔、痴、慢、疑，那个疑啊，也是五毒啊。其实我们常常在那里预测别人呢，是不是也带点傲慢在其中呢？哦，所以不逆诈就是不预料别人会骗你，会欺诈你。不义不信，这个义就是揣测，不揣测人家会不守信。啊，反过来说就是呢，假如他能揣测预料，事先发觉人家会不守信，会欺诈他，啊、哦，但能这么猜得准的，这样是贤德的表现吗？有时候有没有可能会冤枉了别人呢？哦，那可能有人又说了，那真的被他骗了怎么办？那吃亏是福啊，是不是？他骗你了，你有没有少块肉？你的福报有没有被他拿走？有没有？你们怎么没反应？该是你的福报，谁骗也骗不走啦，是不是？是啊，啊，你是要变得鬼灵精怪好，还是厚道好啊？哎，所以人呢，要越学越单纯，返璞归真，这样好。这我们刚好有一些机会在师长旁边呢，看到那个骗师长骗得很厉害的人哦，我们坐在旁边呢，看到他火都快上来了，看到人家师长对他哦，好得不得了，来来来，坐坐，泡茶泡茶，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老人家不知道啊，老人家不放在心上啊，还是真诚对待他，为什么？他是佛啊，我们都把他的过失放在心上，看到他就气得牙痒痒的。哎，老人家用心如镜啊，真诚对待，一次两次三次啊，那个人的良心就唤醒了。哦，好。这个我们没有这些经典的指导啊，有时候觉得自己挺厉害的部分呢，反而是违背经典的部分了。而这个呢，可以预先知道事情了，不是用这种推测揣测，哎呀，好像哦，可能哦，我听说哦，这个都不客观的。啊，一听说了就开始判断了，就很容易误解人。一误解了，几十年都解不开啊！因为他觉得你不尊重他的人格了。大家有没有被误会过的时候？好不好受？我是这么讲义气的人，你把我看这么扁，是吧？哦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嘛。好。啊，所以其实啊，我们慢慢再来体会呀、啊。但力行，不学文。我们现在都很拼命在做、哦，但是不深入经典啊，任己见，魅力真啊。我们是用经典的正知正见在带领团队，还是用自己的习惯在带领团队啊？叫高度慎之又慎啊。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啊，非先王之德性不敢行啊。没有这样的谨慎态度啊，不随顺自己的习惯习性做事，几乎不可能的。为什么？几十年来最习惯的就是自己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啊，离经一致，
便是魔说了，要有这个谨慎度才好了。好，有了下了这个功夫了，最后才能言满天下无口过，行满天下无怨恶，得先老实才能契入这种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了。还没契入了，就想说什么说什么，想做什么做什么，那就变狂妄了，那是拿着祖先的福报在造业了。我们得高度警觉，谨慎为保家之本了。好，那今天呢，这一节课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，好，谢谢大家。